手仍然是钟玉生，那个的滚地球移位，正面接冯胜贤传一垒，这个球也是漂亮，抓掉了有速度的张泰山出局。对，这个球因为打的是不够强劲啊，所以滚动的速度缓慢，所以造成了二垒手和冯胜贤有机会，然后把他拦下来。不过你得马上把自己的动能给刹住哦，然后把这个球传向一垒，因为原本是向离开一垒的这个位置来移动。而且张泰山并不是一个速度很慢的跑垒者，你不要认为说他有长打能力就跑得慢。